你这个很厉害哎！哎呦，好厉害呀，牌子好厉害呀！感觉你很厉害哎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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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抹茶冰淇淋。大家把饱满的夏威夷果埋进热乎乎的奶香糖体里，但查理早就偷拿一颗准备偷吃了。哇，非常酥脆，而且还温温的。哇，我的牙齿马上把这个坚果融为一体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它那个油脂真的很喷发，对啊，油脂很发亮。哇，好香！好了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动作之后，然后我们要等它放凉。就是到质量加上放凉之后才可以切。放凉要多久？放凉差不多30分钟。哎，太好了，节目结束。发呆30分钟。下一集见。查理，别想摸鱼，工作还没结束。哎呦，你这个很厉害哎！哎呦，好厉害呀，牌子好厉害啊！真的。哎，包装的包装，这个。哦。哎，看看，你看包装，哎呦。这个夏威夷豆好脆哦，我刚才偷吃了一下，跟它对啊，而且它现在凉了，也是很脆很香。然后我有个疑问，为什么这个糖体啊，那奶味好浓郁，好香哦。因为我们是用进口奶粉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六年所研发出来的那种就软硬度这样子。六年啊？对，我们花了六年，六年的青春岁月都在这一块上面，哎，很厉害哎。哎呦，小心哦！哎呦。感觉你很厉害哎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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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跟他们有仇？不是，我会怕吗？这个很烫啊！哇，好想要弄一个东西啊！可以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！把鼻涕给擦掉，把鼻涕给擦掉。看到这个鼻涕好不舒服，甩出去，甩出去。哎呀，哎呀 ，Oh my God， 陈大哥，他这个怎么了？这还算还好吗？哎呦，你盖，我帮你盖起来，盖起来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所以里面加什么料？张大哥 ，Kenny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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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抹茶冰淇淋。这个我来好了，看起来真厉害嘞！哎呦，哇，这个压下去厉害哦！那我想最后再压一下。好。要展现。各位观众，来准备准备最重要的 moment。你这是何苦？你为什么？就这样。感受一下，这样比较厉害。是我的功劳吧？是。嗯。惊为天人，是不是？太惊了吧！对，很好吃，这冰冰凉凉的口感。一下热，一下冷，一下热，一下冷。对，这根本就是菠萝包，冰火菠萝包嘛，对不对？冰火菠萝。